小王，好久不见了。老张，您好，哟，你可瘦了一点儿。哎，工作太忙了。您爱人、孩子都好吗？他们都很好。您孩子今年上大一了吧？他已经上大三了。哎，小王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还没有。我给你介绍一个吧，他人很好，今年28岁，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。是我先生同事的孩子。这个嘛。Listen again. 小王，好久不见了。老张，您好，点儿。哎，工作太忙了。您爱人、孩子都好吗？他们都很好。您孩子今年上大一了吧？他已经上大三了。哎，小王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还没有。我给你介绍一个吧，他人很好。今年28岁，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，是我先生同事的孩子。这个嘛。